说品品一下不会坏。哦，这组不会坏。挡我干嘛？必须的。在勾引正修了，我怎么觉得雾越来越浓了、啊？是我眼睛怎么了？再帮我看一下，李总现在离我是不是五秒？十秒。那我后面那是谁啊？九十多。九十多，一分半。哈哈哈哈哈！惊天地泣。一分半没有被套圈啊，好消息。你不会被他骗的吧？他刚刚都说这场他不要分了，你不要忘了是罚单王哦，他本来就没分。我操他妈的，干嘛手把没变？哎呀，
可以。你落在我屁股了。那我刚手把没电，我操他妈的！没事，他就是去摸一摸手把。不是啊，他派对突然跳出来，害我还是按一下派对。干嘛？然后车子他会停住，车子停在路上，好惨。没有啊，刚停了一下啊，因为它就等你按选单一样。没有啊，你现在存还来得及啊。你等了进梯的时候，按 share 再按保存就好了。哎呀，你总已经咬到我屁股。对啊，透不过去，是真的差一点撞到。路都被他挡着。等一下要加油，要分开了。我要加油了，应该够吧？这个油量，我故意靠近他，看到会不会爆。快九十了。我现在速度有时候被牵制下来，谁要加油？你再加油。真的耶，我六。
我要等小千爆车，太爆我就加油，就让别人爆。差点撞到我，四档吧。因为我屁股比较小，东东小心哦！啊！你吵啦！今天怎么回事？这个弯突然不失误的，失误两次。开始有点滑，我刚刚没换胎。No, 不行。开了，我要跟你说再见了。哇！哎，变近了。
才多少钱？我太抓你了。我故意中游给你先过来了。不用不用不用。我差点顶到你。哎呀，前面那两个都不吃肉的不好玩。真的哦，来来来，我们这里不缺人呐、啊。哎，谁在屁里面啊？哦，我有车抓地那个车。还没啊，我看不到我的胎到底长怎样先杀了就对了，我以为你是忘记刹车，你知道吗？害我整个停在路边，整台车停下来了。
靠，老妈是在找我。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文斌看一下。谁的黄旗？不可能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，我知道这群。你干嘛站？哎哎哎哎，抱歉。走到你走哎、欸、刀屁的没有显示有效哎、欸、过了哦，好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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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次都是靠屁靠屁的策略赢的，然后妈的，不然实际上是追不到文斌的，妈的，也追不到你总。那我本来也以为要两进啊，但是我后来一开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怎么油量明明可以啊？然后所以反正我满油出来就没差，我就延后进去。那、啊、你怎么一开始带这么少油？总监回来了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进去可惜耶。我刚突然跳到那个分享那边、哦，所以最后文斌差一点点。文斌，你要是找一再找。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